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田园围棋》，我是王湘如。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由陈祖德九段编写的《中国围棋古朴精解大戏》系列丛书之七《梁城十局》。那么，梁卫金与程兰如是我国清代乾隆年间与施湘夏、范希平并称为四大棋家的这两大高手。他们二人之间的对局也是分外的精彩。在清代的这样一个棋人的棋评当中，对梁程之间的对局评价也是非常的高。那么陈老呢，也是通过史料的记载和棋谱现有的这样的保存，摘取了十盘棋作为本书的录入。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本书的第一局。这盘棋是由程兰如执白，梁卫金的黑棋。这两位棋手从年龄上来说的话，在四大棋家里面，梁卫金老先生年龄最长，其次呢就是程兰如。那本身梁卫金和程兰如之间的年龄差距呢，其实也并不少，他们有将近20岁左右的这样一个年龄差距。如果是换作在我们当代的这个围棋当中，相差20岁左右的这样一个对局，相对来说，肯定从竞技状态上来讲，更有利于年轻人。白棋小尖。飞一个。如果是换作我们现代的棋手的话，可能会考虑这个拆二的问题是不是更为实在一点，直接就选择点三三呢？这也是我们现代的这样一个围棋与古棋所不同的地方。现在这个棋手呢，可能更讲究的是务实，手上先握住实地，心里才觉得踏实一些。但是在古代棋手当中，他们对于棋的这样一个追求，似乎是更喜欢把这个棋局导向一个作战这样的一种格局当中。黑棋挡住，白棋从这边39路拆边过来。那么从对这个子的压迫来看的话，白棋毫无疑问是越紧越好，但是这手棋的这个选点呢，实际上是我们古人所喜爱的。当黑棋拆二的时候，被白棋再一飞，那么这手棋本身来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假设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想强调这个点三三的重要性，因为这个点的话，白棋比方说挡黑的扳，白棋假设加一个，这样黑棋再拆过来，那么白棋这个扳是很有价值的。其实在这两位棋手之前的这个对局当中，也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棋局。如果说白棋走这边的话，黑棋一线上一打，这样黑棋的局部，白棋假设粘黑棋再一顶，脚上黑棋无论如何先已经做活了，这才是比较关键的。实战呢，黑棋没有三三点脚，就等同于被白棋一飞，先手把黑棋这个进脚的可能性给走掉了。在这个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我们讲过，有介绍过施湘夏和梁程二人的对局，还有范希平与梁程二人的对局。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是这两位前辈棋手自己的这样一个对垒。相对来说，我们前面也提到，受清代棋人的评价非常之高，这个高在于宝鼎先生，
曾经认为，有说过这样一段话：乘凉对菊最为细腻风光，不必标新立异而落落自高，令人有阳春白雪之叹。这样的一种感受，从这个文学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体现出这两位棋手下棋没有可能缺乏这个年轻人，换句话来说，就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像年轻人下棋年轻气盛，追求很多新鲜的棋、新鲜的创新、求变的变化。这二位是中规中矩，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种风格当中，又体现出两人比拼的这样一个非常深厚的功力，所体现的出来的这个棋呢，非常的耐看，有回味的这样一个价值。白棋实战交换一下，双飞燕。黑棋虎了，靠了一虎，是比较典型的这样一种安定的这样一个变化。接着呢，白棋拐，黑棋虎。白棋这个点了之后再打吃，看似是比较有必然的一个定型方式，再一退。但是现在实战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况呢，被黑棋一手棋拐下来非常之大。这手棋虽然外边的这个打吃也很诱人，但是从实际的这样一个价值来看，黑棋一手棋就等于是把这个角做活了，带着将近十目棋的一个空间。回首再看白棋这个点的交换，实际上虽然从棋形上来说黑棋是鱼形，但是从这个具体的价值来看，如果白棋没有交换的话，这个局部黑棋的形状并没有是一个完整。以后啊，我们假设以后白棋这外围都封住以后，是交换完了以后一加，黑棋这块棋还不是一个净活。所以白棋这个交换的话，是由于黑棋这一挡之后，使得这个白棋的当初点一个的交换变成了一步损棋。假设这个时候白棋直接打吃粘住再一场，由于没有这个交换，白棋显然不会，黑棋不会在这花一手棋去扎丁，大概呢会是打吃在外边。这样白棋再点的时候，黑棋贴一个，白棋就可以非常舒畅的把脚步边上安定了，再从脚上入手，再把这个子继续的通过脚上的眼位扩张之后呢，得到一定的安定。或许白棋这样下才是一个在此时的这个局面下正确的选择。那么作为黑棋来说，非常清晰地判断到了这一点，看似是比较缓慢，但实际上是很有价值的这样一手棋。接着白棋当然是要把这个先拆过来，白棋作为一个权衡，长这个固然非常大，但是黑棋下一手棋，比方说从这边拆二之后，白棋这个形状其实很难受，如果不走，一手棋被黑棋盖住了，这个子回不去。假设要补，怎么连回家是个问题。眼见的扎丁一个是比较现实的连回去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感到白棋的这个两个板凳在这里长住，似乎从这个子效来分析的话，白棋的效率很低，大概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吧。白棋先站稳脚跟，黑的也拆，去走这个，然后贴过来，再贴，白棋双贴。双贴之后的话呢，其实这个脚上还是有一定残留一定的味道。比方说以后黑棋三三点脚，白的不能轻易的在这个脚上跟着硬，大概会选择一边粘住。比方说我们假设
白棋粘在这边。黑棋这个局部来说的话，是存在一个截活的可能性，两边尖完，然后把这个挤掉，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点，黑棋挡住，白棋这个拐打吃一下一爬，形成了一个截杀。当然现在黑棋不会在此时的这个局面去这么选择，毕竟黑棋要去选择这样杀手锏的时候，一个是可能局势下目数上有落后，这大概也是这个这样的事情可能只会发生在这个中后盘了。还有一个就是黑棋外围全部把白棋封住了，点上去是要杀白棋，这样的可能性才会存在。那么当这个白棋压一个的时候，黑棋其实也比较的犯难，搬了出头，对于上面这四个字来说自然是非常好的形状，但是实战呢被白棋一震，黑棋这四个字又有点难受，只能委屈的这寻求二路的这个尖了再一虎做活，有点委屈。那么假设这个时候我们来看黑棋如果上面不补呢，如果他把这个单关跳出来，这样的话大概是担心白棋从这边飞过来，这个出头是个问题，如果靠一个的话白棋一搬这边一打，这样的话这个对于黑棋来说负担还是很重的，打吃完提了白棋可以这个不能接，那么白棋就可以跟黑棋开劫。其次对于这个白棋来说的话，即便这个劫，比方说我们摆成刚才这个状态，即便黑棋白棋接住，黑的仍然不是一个好形，接住以后白棋这有一跳，白的这上面一打吃，把这个子切下来，黑棋等于是又是把一块不活棋只是作为一个连接，那么可能黑棋大概会从这边拖一个之类的，这样可能结果上来看的话或许会比白棋好一些，或许比实战好一些，起码黑棋先把这个单关跳出头，上边的话只求能够达到一个就地做活这样的状态。那么作为这个比方说这样只形成一个就地做活，作为实战的这个黑棋来看的话，黑棋搬走这个白棋非常舒服的一阵头，当然其实尽管这个棋作为黑棋来说形状上是有些委屈，但是我们棋迷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个形状其实还是蛮典型的，就是针对于这个拆二的形状如何去最快速度的一个就地做活的方式，那么小尖完了以后虎一个是一种常用的手段。接着白棋转移这个战斗的方向，从这边尖一个，黑的长，白棋飞起非常顺势，下一步强调你这个子的问题，黑的跳，白棋也跟着顺势的这个单关跳起，先尖顶，这个尖顶的下法呢是在古棋当中非常常见的大飞手脚之后的后续进行。当白棋接住的时候呢，黑棋还是要考虑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个棋盘上的问题，首先白棋这个子孤棋，黑棋要攻，但是怎么攻是个问题，如果说单纯这个小尖的话，
现在显然白棋不怕，我就跟着你贴出来。如果说要看似凶狠，往这边震一个，首先白棋可能有这种碰上去的转身，其次我就这个两边尖头都可以跑出来，你黑棋不可能一手棋把白棋给闷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黑棋的这两个子孤棋怎么处理。那实战呢，黑棋下了一步，应该说出头的话是堂堂正正的一步单关跳，但其实这手棋可能就是引发导致后来这样一个不利的局面首要的一个原因。白棋其实就跟着实战啊，就跟着这个单关跳出来了，这样的黑棋还是只能走。白棋由于非常巧妙灵活的这样一个碰上来的手段，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是不是黑棋的这个单关跳是一步有问题的棋呢？假设这个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此时呢，陈老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经过陈老的判断，他认为现在黑棋大可以把这两个子先看清，分一个看看你什么态度。白棋如果说要阻断，好，黑棋没有问题，我就把这个上面一虎。白棋即使再担心这个子上边也必须要先跟着应，否则的话可能出现的问题更大。再长，白棋假设该压住的话，黑棋就把这个封住。这样我们看到是黑棋可以说是非常宏观的这样一个弃子的变化。白棋吃掉黑棋有多少目呢？四目，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2目，23 24目左右。但是黑棋我们可以看啊，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这个数控的方式，比一个巴掌，如果说这个巴掌能够撑开，那么说明这样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控，看上去少说的话就已经有30目起的一个价值。当然这是从这个对于棋的这样一个严谨程度上来看，肯定不能这么数控。那么我们具体一点来看的话，黑棋吃掉了白棋有从数到这一线上10 20 30目，30目是至少的，我们只是算到这边，没有算黑棋脚上原本和叉二的这个原本的控。这样看肯定是黑棋乐胜的一个局面。那假设白棋在黑棋飞的时候要跑，还觉得这个子被你吃了很大，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了这个黑棋跟白棋的交换，黑的再转手把这个一连，一手棋连回家了，就等同于刚才在这个黑棋单关跳的时候，白棋没有阻隔你这个断点，而是从这边跳，那么黑棋非常舒服连回来了。其实从陈老的这个变化图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无论是作战或是自己的这个逃孤的时候呢，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件事情就是尽快的连接。当然作为这个己方是孤棋的时候，如果有条件能够就地做活，这首先是第一种最快速的这样一个效率的方法，其次呢就是要尽快的连接。那么作为这个攻击的一方，时时刻刻要去考虑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的让对方以更多手数的这样一个代价去连回或者做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先把对方给分断，然后呢才能够达到后续的一个进攻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由陈老的这个变化图，其实也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高手啊，他们对于这种形势判断上面的这样的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体悟。并不是说这个棋围棋是非常灵活的，并不是说这两子目数价值很大我一定要把它跑出来，而是经过了一个全局整合性的这样一种判断，觉得哪一种下法对自己更有利，才应该去理智的这样去选择。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黑棋可能错失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被白棋一跳，黑的只能单关跳出，然后这样的一个碰上去。这个下法虽然本身对于我们的古代棋手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这样一个针对于大飞手脚之后的后续，但是就现在这个棋的本身而言的话，白棋碰上去也是非常的有力的一个处理这个子的这样一种腾挪的手段。黑棋搬，白棋也搬，紧接着呢，黑棋我们的这位梁老先生，梁卫金老先生的这一顶，这是有益于长形的这样一步强手。假设现在黑棋只是单纯的接住，那么被白棋这一点，黑的如果说接上的话，白的一拐活得非常的清楚，这个子就不再会是成为孤棋，再花更多的手术在中间孤单的这样一个形成逃亡的这样一个结局。所以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处理孤棋最高效的一个方式，就是尽快的寻求就地作活。黑棋这个顶它的好处在于，再形成这样的结果之后呢，黑的可以拐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看，如果说白棋点的时候，白棋当然黑棋顶的时候，白棋这个直接点一个是非常灵活的这样一个强手，如果跟着黑棋简单的硬住挡住的话，黑的就搬，如果你这样下，黑的就走。白棋虽然也可以做活，但是这样做活的话多少会觉得有一些委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变化图，黑棋可以推到这儿，以后黑的挡一个还是先手。所以我们古代的棋手他们的这样一个强项，就是在于有精准的形势判断之后呢，能够做出就是每一步棋都要求尽善尽美最高效的下法。白棋这个点就是寻求黑棋，如果说你接住的话，我先拐这个看看你怎么办，你不能挡住。如果说黑棋接的话，黑棋团的话，白棋再爬就等于还形成刚才的变化图，但是现在不同的是白棋先手拐到了一下，这一下非常的要紧。从目数上来说，我们刚才提到如果白棋没有这个拐的话，黑棋挡是先手，要看成这样。如果形成我们这个后面这几步是一样的，我们就先暂时省略，就可以看成这样。而现在如果说黑棋要团的话，局面是这个样子，这对于白棋来说，这毫无疑问会选择实战的这个下法。当然这个时候如果黑棋挡的话，会形成一个转换，白棋也就把这个吃住，黑的大概还要再花一手棋走，否则白棋直接长出来。黑棋假设只是单纯的吃住这三个的话，两边还要被分开，后拔问题要受到一个比较严重的影响。假设看成这样的话，白棋其实是卸掉了一个包袱，通过这个转换的方式，脚上把黑棋破了，自己带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目棋的价值，白棋可行。实战呢，点一个黑棋接住，拐，这当然也是契合的一手啊。白棋再一爬，这样呢这个脚上就比较轻松的可以达到一个做活的状态。黑棋当然要先把它阻度，因为先阻度之后，在这个脚上上边，黑棋还有这样的一个后续。现在这个情况依然是处于从目数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白棋的这个空
有两个比较可观的角上木数，这个角虽然是没有多少木，但是算一算的话也有个七木七了。黑棋这不到十木，这一块十五木棋，看上去的话，如果这样全局比较起来，假设如果没有什么波澜进入到这个官子阶段，肯定是白棋能够在木数上获得这个胜利。现在所以黑棋首要的一个目标就是进攻上边这四个子走过来，但是比较出乎黑棋意料，或者说出乎我们当局观局者意料的这个白棋的选择，程兰如置之不理，完全不给我们这个当时的前辈棋手梁老先生面子，直接从这边走过来。这其实对白棋来说也是必须要去争的一个头，因为如果白棋现在简单的在上面处理这个没活的这个拆二的话，下一手被黑棋一手飞封住，那么我们刚才没有算到的这个中府黑棋的潜力急剧的上升，二十目棋的这个潜力，如果说一下子多出二十目，这个形势段又要重新来过了。这手棋既破黑控，同时再一次把黑棋三个子回家的这样一个路啊给它断掉。当黑棋压一个的时候，白棋这个靠一个也是非常细腻的这样一个交换，白棋并不是说为了靠完了以后在这做活。其实这手棋接着呢实战在脱先，这手棋的意思啊是防止黑棋从这边尖过来这样的一个变化，如果尖一个的话呢，白棋大概要求活最狠的下法是顶过来然后再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说没有这个靠的话，黑的就可以直接搬粘，还没活必须要把这个卖掉，卖掉的话这样的话白棋可以做活。假设形成这样，这是白棋的期望图，但是现在这个跳不到了，黑的直接先把这个自己的问题护好，局部白棋不活双出来，黑的再一拐，这样呢白棋仍然是要继续的跑回去，也就是形成一个未知数了。但假设是实战的这个状态下呢，白棋就不存在这样的风险，因为他先交换到一下，这个戟变成了先手，一手棋做活了。其实按照我们现代的这样一个用语，一句比较玩笑的话，这个白棋先交换一下是非常有心机的一手棋。所以这个实战呢，白棋交换了一下，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减缓了上边这四个子的这样一个负担，战斗还是要回到下边。白棋先虎一下，意图比较的清晰，如果你黑棋接住的话，那么我这一下交换就便宜了，我再出头。因为白棋想的其实很深远，如果说单纯出头当然也是一个选择，但是首先白棋可能觉得从目数角度上来说，以后如果你黑棋这有子了，我再虎黑棋肯定是挡在这儿的。但是现在如果你黑棋挡的话，我这多一下打吃，再搬过来的时候你黑棋气紧的肯定不行，这对于黑棋来说不能怎么选择。如果接上的话，白棋目数上先便宜了，自己的棋形也有通过这一虎看上去好看了一些，有弹性了一些，无论在后面该怎么出头就接着下，这个交换怎么也是便宜的。那么作为这个黑棋
也就是我们的梁老先生，显然也不是等闲之辈。你唬一个，你的意图我看得非常清楚，不给面子，反扳。黑棋其实在这个地方，双方啊，简单的看似、啊、简单的几个交换，其实实际上都是在做一个心理上的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种心理战。每一步棋双方其实都是在掐着对方的腰眼，但是仍然双方都还能够以这样的一个看似和平，其实上已经暗战已经开始的这样一个格局，来从这个局部开始了我们这个中后盘的非常激烈精彩的一个局部战斗。那这个时候白棋单断，那这个地方虽然白棋有一打，但是我们这个围棋的一句谚语叫做两打同情不打，这个情况虽然说与这个谚语稍有出入，但是实际上意思是一样的。白棋首先如果说不打吃这个的话，以后打了从这儿虎下来，这是保留着吃两子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单断。黑的当然现在要先把这个接住了，接着呢白棋走。当然这个时候啊，白棋如果直接吃的话，目数很可观，价值很诱人，但是白棋同样也有担心，因为当这个黑棋外围厚了以后，这块棋现在就不是从这边尖着攻，而是直接二路搜根，因为黑棋非常的有信心，对于这个白棋跑出来以后有这种飞吃，鉴于黑棋外围已经有一道铜墙铁壁在等着你白棋了，你再往外跑无非就是撞墙这样的一个徒劳的这种方式。白棋吃两个跟上边被吃这样的一个价值显然是上边更大，自然也就不存在实战这个白棋选择往这边吃的这个变化了。断接住啊，接在这儿，然后打吃。这个时候其实仍然是白棋的一个比较顺畅有力的一个战斗，但是此时或许是程兰如一路走过来都这个棋啊顺风满帆，那么一稍有松懈啊，在下一步棋的这一步长当中其实是错失了一个或许可以一举制胜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么具体是怎么样，我们先把这个棋再往后看一看。实战呢，黑棋尖一下，这个尖的意图实际上是瞄着白棋的这个连接，再一尖。白棋为了确保这个上下连接通畅需要挤上来，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子就受损了，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下棋呢必然是一个有舍才有得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作黑棋把这个交换掉再打拔，那这个时候呢白棋它是可以就是如实战的后来，如果说这个子放在尖的位置，白棋小尖的话，黑的很难跑出去。如果贴我这个扳了，再一跳或者再一飞，黑棋都是一个难行。如果单尖的话，白棋有照过来，这样的一个双，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外边还有这么多的一个接应，黑棋很难。所以这其实如果实战白棋把子放在了更加坚硬的接住的位置，可能这盘棋的胜负早早就会有所定夺。这其实白棋的这一错误给了黑棋非常这个强硬而又精彩的这样一个断，看上去这个头本身已经是白棋的软头了，黑的可能往这边贴完一家也是可以出去，但是这不是我们古代棋手也不是在当时一流棋手这样的一个选择，而是更狠的寻求一击致命的这样一种下法。
在这个前面的这个战斗当中，首先我们其实可以看看黑棋实战这个街也是一个有一定必然性的棋。既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能不能把这个冲下来呢，这样的话白棋一断黑棋立的话，白棋就挡住，会形成一个杀气。白棋把这个尖住，黑的最大限度上的收气方式断上来，大吃的话提掉，大吃就接住，这样因为这个断的原因，黑棋假设在这一带收气，白棋可以先进行断个交换，确保长出了一口气再一收，黑棋慢一口杀不过，所以黑的这个冲不成立，这也是这个实战当中双方其实就已经料到了这样一个结局。在这些局部战斗的这种以计算为前提的变换当中，我们的古代高手是会这样犯错的概率是非常小的。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实战的进行，接着呢黑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断上去，这是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反击。我们老将的这个梁老先生虽然是一位应该说是年长这个程兰如20岁这样左右的一个棋手，但是在这盘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老先生对于这样一个棋局的这种胜负感是非常敏锐的，有首先有一个明确的敏锐的胜负感，其次呢又有非常精准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手段，这要基于是应该说是一个常年的对于围棋的实践的积累和不断的总结，才有能够有老先生对于棋的这样一种非常深刻的认识。其实梁老先生不单只是在这个乾隆年间与这几位其他三位棋手并称为四大棋家，他其实由于年龄非常长，实际上呢已经是历经了康雍乾，就是其实是从这个棋界的这样一个说法来说，是棋界的三朝元老了。无论是从资格上，还是从棋的这样一个这种，按照我们现在的话说叫竞技生涯，但是当时的这个当然不能这么说。可以这么说，老先生能够在高龄的时候仍然可以发挥出如此高的水准，这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当时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接着我们再来看黑棋一断上来，白棋现在也必须要给一个说法，对于这个断，如果说单长的话黑棋就这样贴过来，如果扳黑的这一跳，这两子被黑棋收入囊中，棋精显然不行，跑的话黑棋就扳了直接冲出来，白行也是崩裂的状态，暂且不能这么这个轻易的跟着走，争子又是不利，实战呢也是这盘棋非常精彩之处了，双方下的都是很有意思，能够把这个棋局展现出它非常灵活的一面。断上去先看看你的这个应手，那么在此之前先进行一个交换，再一断，看看黑棋怎么下。黑棋现在也是无心在这上面去恋战，因为如果一旦走的手数多了，给白棋借用多以后，白棋时时刻刻都是惦记着这一场的。与其如此啊，我们这个黑棋还不如一手棋先把这个补好。接着白棋又是非常凶狠的招法，这当然从这一手棋吃也可以连回，但是白棋想强调的是我还要威胁你这个断点，自然黑棋也是没有办法，如果长的话白棋一接这个断和冲必得其一，
双方又在这个局部剑拔弩张，可以说在一吃，黑棋提，白棋提，这个棋形提来提去，看上去有点晕。黑棋打吃，非常凶悍，双方在这个地方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白棋再从这边提，如果说接住的话，这个被提掉不行，上边被吃回去了。提，黑的呢又把这个提了回来。这样的白棋先接，跟黑棋粘住交换，再提解，这是正确的次序。如果现在这个黑棋粘结的话，他可能担心白棋从这边点了加过来，顶的话有一拐，黑棋好像跑上去跑出来有点困难。其次呢，这个形状来说的话，白棋的下一手一贴，黑棋如果拐的话，白棋一顶再一加，经过这个交换以后一加，黑棋连不回去了，如果接住的话可以横顶过来。黑棋的这个看起来缺陷很多，这也是支撑白棋这么去开解的一个原因。黑棋先补好自己这边，也是非常强硬的一个应对方式，提劫。这个时候的实战，黑棋选择的是断上去找劫，这个劫也是体现了现在黑棋对于此时局面的一个形势判断。假设虎一个，白棋先把这些交换掉，确保自己这块棋是活棋。这样交换完了以后呢，再把这个劫一粘，上边吃掉了这个子，全部都安定了。对白棋来说，哪怕你黑棋脚上稍有得力，只要不威胁到白棋整块棋的死活，从这个形势判断来看，显然是白棋一盘，甚至可以说是一盘胜局。所以对于这个黑棋来说的话，这手棋找劫找在这儿，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再敢脱先，我下一步吃到这里的话，跟刚才这个简单的虎一个吃过来，这个效果显然是要更加的强烈一些，这样的话是威胁到白棋的一个整块棋的安危问题了。因此呢，黑棋选择断，但是这个时候啊，白棋的这个应法也是异常的凶狠。按照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棋的判断，这个思路来看的话，白棋吃过来也可以，因为这样的交换对于黑棋来说肯定是先损在先了。黑棋即便再提劫，白棋再继续找劫，黑棋的下一手棋也不是劫。但是实战程兰如这一吃，充分体现了他这个凶狠，而且非常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丝毫不给对方一个喘息之际的这样一种棋风。那白棋这一吃的话，显然这个棋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格局。黑棋先吃一下，按白棋提解手上面再一吃，再一提，又把这个劫提了回来。假设这个时候白棋粘劫的话，被黑棋一削，由于之后白棋很难再找到后续的劫材，这不是白棋的一个他的一个想法。所以现在是白棋黑棋提过来之后呢，白棋先把这个劫提了，白棋先把这个提了，跟着应，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黑棋把这个提过来，白棋先接住。这个情况就是等于上边呢，上黑棋还欠着一个劫，下边呢这个打吃完了之后，黑棋再开劫的话，对白棋这块棋有一定的威胁。白棋好在是这块棋先提了连回去了，那么
这个死活上面的四个子死活，由于有这个劫征的关系，所以暂且不用担心。接着轮到黑棋，黑棋先把这个唬住，因为现在这个黑棋找这边劫，黑白棋提掉，然后如果黑棋要继续寻劫的话，没有更合适的这样一个劫材，粘住的话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担心白棋从这边点过来，只能先把自己补好。那么白棋顺势提劫，这个时候实战的黑棋这一贴也是有一些无奈，这个交换肯定是景气，对于黑棋来说是损的，但是没有办法，如果现在黑棋在这边开劫，白棋提掉，黑的比方说再一提，白棋就把这个给接住，黑棋再粘劫，虽然上面吃掉了，但是这边白棋这一点有后续的搜刮黑棋的这样一个手段，从目数上来判断仍然是黑棋不好，所以这个劫看上去火药味十足，诱惑力也很大，对于黑棋来说，但是究竟什么样一个时机才是能现在这个开劫的这样一个机会，对于黑棋来说一定要把握好。实际上黑棋先在上面提劫，白棋再提过来，形势仍然是比较的这样一个混乱。黑棋继续找劫，白棋先长也很凶狠，这样呢在这个段的时候，白棋并不是单纯的去补这样一个单关的问题，而是在每一手棋都把黑棋下得更重，这一长交换让你迫不得已长出，我在一挤，然后下一步打的话，黑棋自身这块还不活，对于黑棋来说负担是越来越重了。再把这个劫提出来，白棋也在通过这些方式在获得外围获得越来越多的便宜的同时呢，也就能够使得这样的上边的这几个子的价值变小一些。接着呢，白棋张爪接提，白棋在这儿可以有继续后续劫材。其实我们在欣赏这盘棋，甚至于之前的这个棋局当中，我们会发现古人非常的善于去打劫，而且形成劫征之后呢，经常是不止一盘棋，通常下来可能不止一处有这样一个劫征的争斗，甚至于在一个劫没有完成的同时，在棋盘的另外的地方，比如说这盘棋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劫征，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可见我们古人非常的善于去把握这样的一个劫征的状态，也很在这个劫征的时候也很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精准的判断，有以及非常冷静的这样一个思路。接着白棋找劫，然后把这个提过来，刚才是这个黑棋找完了脚上的劫材，然后继续找尖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这样一个后半盘，白棋接住的时候，黑棋不甘心单纯在这儿粘住，这也是黑棋处于劣势情况下的一个反击，白棋更加的凶狠，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住这个下边的原本的缺陷问题。现在黑棋不能断，断的话白棋断上来这一手棋吃，然后滚包过来，黑棋被蒸死了，没有办法，白棋在这个开劫的时候把黑棋走得越来越重，这是白棋非常高的高妙所在。这个扳了冲下来虽然是有一定的严厉性，但是碍于这个脚上
黑棋还欠着一手棋，所以白棋非常放心，他可以先这样冲过来。如果你黑棋要吃我五个没关系，我把你脚上吃掉，这样的话白棋应该说是大获成功。不管怎么说，白棋先把黑棋脚上这个将近30目棋的这样一个一来一回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黑的终于要开劫了，找劫。现在这个状态下，白棋由于有一定的这个本身劫材，所以看上去这个劫也不是，对于白棋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危险。再一提，黑棋挖一个，白棋挖一个，本身劫材找得很愉快。黑的挤过来，看看白棋怎么办。如果现在白棋接住的话，黑的有一段。上边如果搬这个打吃，白棋会出现一个死活的问题。接住以后杀气，黑棋一立，白棋慢一口气。所以黑棋挤的时候需要谨慎。是这样，白棋先立，把黑棋撞成一个大头鬼的形状，再扑上来。这样再接住。这个图跟刚才的这个区别就在于，现在黑棋你如果断的话，我可以一手棋把你扳死，你的气是紧的。实际上呢，黑棋往这边非常冷静的补一个，大概是防止白棋从这边挖了有一家这样的手段。吼过来，这个棋看上去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计算力作为支撑的话，这些图每一步棋可能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作为实战的这个情况来看，双方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计算，到现在仍然是非常激烈的一个状态，也给了我们对于这个棋局非常高的一种观赏性。白棋粘住，继续的是一个找劫的状态，提劫。这个双是强调这个断，所以要先粘回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棋实战呢，这个在此时提劫，黑棋是把这个提了回来。因为白棋现在粘的话，黑棋吃白棋仍然是不活的，所以黑棋先提掉，等于把白棋的这一个劫材给走掉。退的话走过来继续求活，开劫，黑的一顶，当白棋压一个的时候，这大概是黑棋最后的一个机会。黑棋实战单长一个，被白棋实战黑棋是单接一个，被白棋提完了以后再一退，这应该是导致这个最后的一个败局的主要原因。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粘上而不去退一个，把这个脚上先补活，白的如果说接住的话，黑的再一断，那么起码这块棋还有跑过去的机会，继续收控还不一定，还是一个未知的局面。实战等于是在这个时候的黑棋接上跟白棋提交换以后，黑棋在这儿长一个，长一个并没有对于这块棋起到一个有效的作用。因为实战呢，白棋再继续点一个，白棋每在这里下一手棋都是在威胁黑棋这块棋的死活问题。
那这样交换一下以后，下一步白棋就可以吃掉了。然后呢，白的先把这个拐了，先吃住这块棋，非常大的这样一块。白棋先拿住，这等于是这样的一个转换，黑棋在这儿尝一个贴一个，没有下到任何有意义、具体意义的这样一个招法。那么反倒是作为白棋来说，这一拐先把具体的这样一个非常实在的目数捞到手。黑的就算断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断完了以后，尽管这个连回去了，不存在可能后面这个后续收控这个目数上的收数，但是黑棋所损失的是这个1、2、3、4、5、6、7、8、16目、17、18、19、20目棋这样的本身的一个目数价值。现在再提劫，为时已晚，提过来，找劫。再提，白棋这个上边有一些本身劫材，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一个劫争竟然将近中盘的一个阶段，仍然双方还在为这样一个劫来拼搏，可见这个双方对于这个劫的这种一种把握都是非常的清晰。这样呢，白棋一般，黑棋这一段也是在寻求一个最后的这样一个战机。如果说现在粘劫，白棋一补回去，黑棋目数不够，仍然是不够的状态。那这样白棋又把这个劫给提掉，等于是找了一枚劫，本身劫材黑棋。白棋非常舒服，能够在这个既收官同时呢又能够找劫，这是最舒服的，作为这个打劫的时候啊最舒服的一种状态。提过来再一挡，白棋就接住，黑棋提劫继续找劫。我们可以看到白棋所找的这些劫材价值本身并不大，因此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棋从这个劫来说的话，黑棋的压力要更大于白棋。所以最后这个棋白棋是通过活角的这样的方式，最后这个白棋等于是把这个尖完了，黑棋粘住一挡，角上活了。那么因为黑棋也实在是没有再继续跟白棋这个抗争的劫材，所以最后的这样一个状态是白棋活了，中间又找了几个劫，我们暂且就不再把这个具体的情况摆出来。那么因为这样一个状态白棋活了，白棋呢也就因此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到从开局的一个劫争行至到这个中盘，最后还要依靠这样一个劫来判定最后的胜负，可以说双方对于这样一个劫争状态下的把握非常的冷静，而且力道也是非常的精准，让我们体会到了古人在这个杀棋之余对于劫争的把握也是非常的有可圈可点之处。好的，最后呢，今天这盘棋呢，也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